咁啊，《經濟日報》咧今日就係建議大家咧，就係買呢個農夫山泉嘅。咁咧個那個 stock 曲咧就係9633嘅。咁啊，揀選原因係啦，內地十月份嗰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咧就係按年增長咧4.9%啦，好過市場預期嘅增長3.5%噶。中國嘅消費恢復韌性咧，咁啊繼續顯現噶。同時啦，內需繼續咧係穩經濟嘅重要手段，有利內需股嘅發展。股份就睇好農夫山泉9633噶。咁農夫山泉上半年嘅毛利率咧按年提升咗1%啦，去到60.9%啦，令到其他食品飲料嘅龍頭品牌咧就係望塵莫及噶，咁啊期內啦盈利增長40%，去到大約40億元人民幣啦。全年計，根據彭博綜合預測啦，農夫山泉2021年盈利預料咧會錄得近71億元人民幣噶，按年增長34%。農夫山泉琴日咧係收報45蚊噶，升咗1.7%。策略上有貨嘅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啦，如果冇持貨嘅可以睺42蚊樓下就吸納噶，目標就係睇50蚊啦，失守39蚊咧就要減持噶啦。